小雨，你今天怎么又穿上了？妈妈，牛牛想穿，他能不能穿？他能不能穿？让他试试吧。他能不能穿？我试试吧。你试试吧。啊、嗯。这个有点大啊，这是我都能穿。来，牛牛试试嘛，人家起的肯定。苗苗是不是？一会儿吧。一会儿咱试试啊，一起玩吧。行。哇！当当当当！哇！穿上也好漂亮呀，就是有点大。对，那个发型应该重新弄一弄。啊，对对对，哇，陈怡还会给他打扮呢，好看好看好看。来，你脱了一会儿让，让你先那个玩会儿，得让孩子高兴高兴。哎，我脱鞋你们卡纸。你得让孩子高兴高兴。刚刚睡醒，你看那头发乱的。呀，这个东西还是小朋友穿上好看。手套戴了，别戴手套。别戴手套好看，他那个手套是魔法手套吗？不是，他这个就是防止那个艾莎，现在不是手上有那个魔法吗？啊，他每天我不戴手套，我就把这结冰，啊，冻上了没事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对。哇，大家说牛牛穿上这个好看吗？来，上来立功。都赶上人家新娘了。好像新娘一样是吧？对。来，让苗苗穿穿吧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来，下一个，行吧？好像红纱一样。苗苗闪亮登场。等一会儿。啊、哦？好了。看看呀。脚。哇，挺好看的，都好看。这个裙子都挺好看的，是不是小孩子的最爱呀？对。每一个女孩子有一个想当公主的梦想啊！你们都想当公主。其实你们在爸爸妈妈心目中，你们永远是小公主。嗯，我就是你的小公主了。啊，你是我的小公主，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小公主。啊，你要抱我来抱。当然都挺好看的。小时候成语就让我给她买这个衣服。我一直想要这个，但是你一直不给我买。你说我穿。不好看，这能穿出门吗？你说呢？这个东西主要是不能穿出门，我没给他买。要长的话，他又会脱皮就不行了。是，挺好看的。好啦，但你们喜不喜欢这个衣服呀？我特别喜欢，我也特别喜欢。嗯，行，那你们玩。下视频见，拜拜。哇，这样好美。